于谦老师的饮食链。你看，我要上菜市场，我首先喜欢逛卖肉的摊儿。嗯，啊，就看见好肉啊，走不动的。好肉，好五花三成的，要不好牛肉。然后呢，你要买菜，白菜、土豆，啊，什么扁豆、辣椒、茄子、西红柿，就这些。你现在看什么芥蓝呐、茭白呀、啊什么，就这类南方的这种菜，到现在根本就不买。就是吃饭的习惯，小时候没吃过，对，不在你的饮食链里。对对对，不在饮食链里。